好像快到了。我会为你付出一切的。这是我们新的开始。We long to be loved,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. And guidance can help you to truly connect with people. Guidance is powered by a simple yet powerful engine. Truth. 就算发现了对方的秘密，也无条件的原谅彼此。 如果是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呢？ 我们的朋友看到你和别的女人暧昧？没有。 这样的话，几个月之内，他就可以改变你的行为。 几小时。如果你说了，他很可能会离开你。你爱他吗？和你在一起，我很快乐。如果你活在谎言里，就没人能了解或者爱真实的你。